1937年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北平被日军占领。此时，远东明珠上海滩却仍旧一派歌舞升平，繁华如昔。然而，浮华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，暗流涌动。日本特务密布惊天阴谋，试图利用上海滩帮派势力瓦解国人抗日力量。于是，一场群雄乱世纷争的舞台帷幕即将拉开。慢说，大小姐给绑架了，你快点来吧。我马上到。带人去救美军了，别哭了，说说什么事儿？说说。说。今天上午，小姐说想吃城隍庙的蟹黄包子，我就被小姐去吃了。吃完蟹黄包子，小姐说要去外滩买东西，买完东西。小姐又说要吃蟹黄包子。哎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倒是说重点呀、我们吃完就回报馆，然后一台车唰的开过来。别动！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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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
阿南这边什么事儿？今天早上，我们按你的吩咐，跟阿南两个人去了香草湾跳舞。南哥，不好了，段小姐被绑架了！兵友们，抄家伙，跟我走！是是，好，走，好。在上海滩这么多年了，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找茬的人不多。弟兄们伤了吗？死了一个，伤了两个。这么巧？巧？哥，你的意思，这两件事情是同一拨人干的？不早不晚，都在同一天。绑架美军不过是个障眼法，目的是吊拿一个血肉硬货这边的人。咱脾气就是太急了，不然对方没那么轻易动手。段大哥，美军被绑架，事务知道吗？美军没事，他们要的是这批货。开车那是叫杨二对吧？对。把他带到仓库等我。来，跟我走。在我们家开了十几年车了吧？我记得每次出车前你都会前前后后的检查，这次怎么这么巧啊？出事地点正好有人附近啊！小的老婆孩子都被金主抓去了，他们小小的要是不给他做内应，他就杀了小的老婆孩子。小的也是实在没办法呀，大哥。你傻呀？啊！三合会一向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人渣，我留着也没有用。等会儿，那媳妇孩子回来了吗？还没呢。还没呢。杨师傅，按辈分我应该叫你杨叔叔。这件事情过了以后，你带着你媳妇孩子离开这儿。有生之年都不能再回上海滩了，好吗？是。带几个人把他媳妇孩子救出来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大爷，四爷，得手。办得好。去吧，账房的领钱去吧。谢老大。不过
还有什么事啊？那开车那媳妇儿跟孩子，您看怎么办？怎么越办事越不会办呢？怎么办还问我呀？明白，明白，小子一定办干净。什么地方冒犯大爷？龙大小姐在哪？刘妈的什么货？龙大小姐怎么？小的不知道啊。这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龙帮最豪气不过的大人物，您怎么可能为难我？回仓库。想明白了吗？大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听着心思很重啊，你看我长白头发、啊、没关系，我帮你想啊。之后我开那个车呀、啊、朝这儿开过来，你要是想明白了就喊一嗓子。大爷，大爷，我是冤枉的，大爷，会死人的，大爷。还挺惜命啊，我看是你的脑壳子硬还是车硬。赶紧想想啊，等我车开过来，脑浆都出来了，啥都想不起来了。车来了，大爷，大爷，你不能了。来了，啊！喂，你带人在外边候着，听不到枪声别进来。双南老位置，目标就段老大一个，看好自己的兄弟，别伤及无辜。都会的，王孙子，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，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灭了他。段老大再不是东西，可辈分在那儿了，不能乱了上海滩的规矩。什么烂规矩？你什么时候怕起那些老骨头渣子了？得了，别胡说八道，大哥是怕吗？他是怕我们龙帮给别人落下口舌。你没皮没脸的，可是我们龙帮还要一个口碑。今天你把三合会给清了，明天我们怎么出门？说谁呢，小伙子？三合会的人就是死有余辜。行了，听大哥的吧。啊，你也别替我操心了啊，干好你自己的活。其实我再说一遍，目标就段老大一个人，别人只要不抵抗就留下死守。有金六作证，逮到段老大不怕他抵赖。别忘了，美军有可能在他们手上。干活。
帮的达文秀啊。哎，你们龙帮不是洁身自爱，不碰大烟吗？怎么，今天到我们这地方来，不是想谈生意吧？你们的生意我不会做，我也不敢做。但是好像我们家的生意你们很感兴趣是吧？对你们家的生意感不感兴趣并不重要，有什么话你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哎呦，段老大，小达子来之前也没跟你通报一声失礼了啊。是这样，我们家有批货今天大白天让人给抢了，到现在也没找着呢。哎呀，不对吧，你们龙帮的货丢了到我这儿来要，这不合规矩啊。您不是段老大吗？三合会又人多势众的，小达子想拜托您做个顺水人情，您帮我查查呗。啊，这个好说好说。这朱俊的巡捕警长我倒是认识起，明天在牌桌上我可以问问，让他们帮你找找。段老大，我们也查出一点点原因来，这事儿啊跟在我们家码头干活的一大伙计有关系。既然你们已经查到了，你到我这儿来唱的是哪出戏啊？您是前辈啊，唱的是哪出你得看完了点评点评。那咱看看。陆爷，出事了。你看你，你总是这样火烧眉毛似的，出什么事了？上海滩哪一天不出事啊？这么毛毛躁躁的怎么做事情？我们的货半路被三合会劫了，大哥、南哥、小五哥已经杀去烟雨楼了。老爷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？告诉小达子，下手悠着点，别太狠了。老爷，可是大小姐被绑架了，南哥以为是他们做的，恐怕事情会闹大呀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大哥。说怕你老人家担心，让我们小的别说。小姐现在在哪儿？还不知道。给同事要打电话。喂，冯上校，我是龙泰生啊。今天的那笔货出了点问题，我正在解决，得晚到几个小时。那谢谢了，王上校。有一件事儿，我想求您帮个忙。小女龙美君被绑架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派人帮你去找。哦，那谢谢谢谢，由您出面，我当然放心了。那是。为国家办事，龙帮自当尽心竭力。那我就恭候佳音了。再见。怎么走？老爷，对付那三合会，穆林去就够了。今天这笔货物非同寻常，我必须亲自去。家金六认识吧？你给说说怎么回事啊？老大，你看他为我做主啊！这龙帮生生的把六抓去，这头好打，我现在身上都没有好地方了。小达子，你把我的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金六，你跟你们段老大说说，我为什么打你啊？还不是想抢地盘，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龙帮，那打我是假，杀您老人家的威风是真的。放你娘的屁！劫我们家货，绑我们家小姐，在这儿放屁！亮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达文秀，他妈干这事！你也太狂了吧！你不狂，我叫达文秀吗？
做老三弟，不让我做了他。哎，都已经这样了，货的事改天再说，都放人吧。啊，好啊，先把我大哥放了，先放老三弟，把我大哥放了。啊啊！少爷，啊，放了我大哥。啊，放。来，开枪！哎呀！你，住手！各位，今天这件事儿是个误会啊。这批货的老板就是段老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误会，误会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个误会。你这批药材呀，是我跟你们龙帮献给二幺九军的物资。是啊，是一批药品。最近药品物资非常紧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没有对外声张。段老大，您心胸宽广，我想您不会介意。小字辈对您的冒犯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们事先不都约好了吗？任何人都不能走漏风声，对吧？枪拿开！毕帮、龙帮主正在恭候您的大驾，您。可否赏脸呢？哎呀，龙老大来了，我怎么也得去迎接迎接啊！大哥，大元帅，少爷，听总。大哥。这腿，直说，恐怕保不住了，要动手术。怎么个动法？要锯，锯掉他。不可以锯掉他，大哥，求求你，求求他了，千万不可以戳老公的腿，千万不可以。大哥，疼啊！看看你们俩做的好事，带着我老公出去混，把他条腿都混没了。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废，现在腿都没了，他还在吊牌上，我怎么活呀？你想我帮他，他也不能。等一下，腿不能去，拜托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让他们锯他腿？千万不可以锯他腿啊！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说我一个人，如果他锯了腿的话，我一个人怎么养家呀？他本来就不给我什么钱，都是我天主给他的。现在他还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怎么？闭嘴！愿意带着待，给我待着；不愿意待，给我滚蛋！让我滚蛋！我没让你们滚蛋就已经不错了。我老公跟着你们俩混，现在腿都没了，说再混下去好吗？命都没了，我说我怎么办？我怎么有脸见人呀？放开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听着。是我没照顾好他，这钱你放着，过些天我会让弟兄给他送钱过去。什么时候？一会儿就送，你先回家等着，好吗？龙帮就派了三个年轻人。把我的三合会馆的烟馆里里外外差一点搅个底儿朝天呐。年轻人不懂事儿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
们那么冲动，听说是你的人劫了我的货。您的货？哪批是您的货呀？贵人多忘事，今天早晨小草场被劫的军火。哦哦，那批是您的货呀？哎呀，怪我不会教人，我手下的这些人呐，都是糊涂的东西。他只跟我说有一批黑枪，我老段当时义气也没多想啊，就嗨呀，没想到是你龙帮的东西啊。上海滩的帮会啊，说到底是一家，东西落到你的手里不跟放在我这儿一样吗？我还得谢谢你替我保管呢。龙帮主你也知道，我三合会呀、是家大业小，养活这些人实在是不容易呀。啊，三七开。兄弟，想够饭吃吗？不瞒您说，那笔货不是我的，别提了。我知道，不就是军统的东西吗？也知道是军统的。不瞒您说，这批货才一动身，江湖上的朋友就都知道了。要不是你龙帮替军统行事儿，这批货不一定倒几家手了，在上海军统算个屁呀！只有你龙帮才买他们的面子啊。军统是属于国民政府的，替政府办事于公于私都是应该的。可是这个破事要抖出去，你们龙帮在公共租界走私军火，只怕到时候租界的工部局会不会出来为你们撑事儿呢？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快人快语，那我就不拖泥带水了。五五开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安排人把钱送过去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还是我派人去取吧。那那笔货，钱到货到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告辞了。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想求您帮帮忙。请讲。有个叫小达子的，好像和我有点误会，您帮着撮合撮合。成天扛着雷过日子，他累我也累呀、啊。啊，那个五朝元智商需要多少钱？您开个价，我双倍奉还。好说，这个事儿你放心。好，谢了，告辞。军统派来的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俩不到半个时辰就让他招了，本事够大。好在你们还知道放他一条活路，不枉跟那兄弟一场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路过家门口都不进来禀报一声。师父，
我们是想自己能摆平的事儿，就不让您老人家操心了。师傅，这事我们做的欠考虑，没想到金六会出尔反尔，更没想到段老大竟然敢下这样的黑手。你们私闯三合会的地盘就已经犯忌了，在上海滩有谁是靠打出头的？我们龙帮是靠打打杀杀走到今天的吗？不要以为今天你们赢了，说不定明天你们就尸沉黄浦江底。别忘了，朝元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他那一条腿你们俩怎么交代？老爷，老爷，大小姐她回来了。爹，爹，爹，你差点就见不到女儿了。来，让爸爸看看。不准胡说，这不好好的吗？现在什么人都敢欺负你女儿，还反了不成了？美君，快快快，把姜汤喝了啊！花姨，我不老。只是你花姨的一番心意。美君，告诉南哥，三合会那帮人有没有欺负你？南哥给你出气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南哥最疼你了。那你呢？啊？别啰嗦了，折腾一天了，先回屋休息去。爹，累。听话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刚才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回答呢。啊，我出，出什么呀？帮你出气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这，你看，最近这段时间出的事真不少啊。是啊。哎，你没和慕容先生好好聊聊啊？我和他太太打牌的时候，听他们在说准备去香港呢。香港？是啊，现在这么乱，也算是香港还是个偏安之处。你怎么打算呢？龙帮这么大个摊子，我不是说离就离得开的。你今天亲眼瞧见了三合会那个嚣张的样子，小达子和阿南还镇不住他。这个姓段的最近是太嚣张了。太生，我说你就别和文秀双男计较了。你想啊，你年轻的时候还未必有他们现在这个手段呢。我不是想为难他们，我是怕他们出事儿。你喜欢小达子，对不对？是。可是这个孩子现在没有城府，对他是既放心又担心。段老大的这件事办得漂亮，可是上海滩这么斗来斗去，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实力，不值得。文秀一心一意为了龙帮，我想提携他。你不知道吧？美军喜欢小达子，那你就成全他们，让他们一块去香港。孩子们的事儿就随缘吧。眼球啊，很久没听你唱戏了。想听我唱还不容易啊？小娟，哎，叫程师傅过来。是。对不起，花姐。
探只是刚刚收到的。这事儿可不能硬来啊，得多妥。安排一下，我们避暑去。哎，试试。想到也是难过美人关啊，南哥，这下没人再跟你抢大小姐了，就你聪明，走开。这么高兴跟女人跳过舞啊，这叫缘分，懂吗？有人要杀我，救救我！放我身上。在这儿没人敢动你。谢我，谢你手上的令牌。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子弹穿过了表皮，没有伤到组织。我刚刚给她打了麻药，15分钟以后会醒。大哥，那女的什么来头啊？没来的机会。难道她拿的真是慕容先生的令牌？有意思了，莫非她是慕容先生在外面养的小？别胡说八道。他醒了，你问问他不就得了？啊！我去问。你们俩给我听着！
把人给我放出来！今天你要不交，我们饶不了你！狗日的，三合会老二老三把百乐门包围了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没错，就是他们，围了这么多人，厂子肯定出事了。我车开到后门去，看清楚情况再说。别紧张，大夫说只是擦伤，注意消炎就行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陆小青。陆小青，我叫达文秀。我叫胡少南，叫南哥就行。什么人要追杀你啊？好像是三合会的人。三合会？你继续说。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，段老大打了电话给我。他与我见面。来来来，小青，我们再喝一点。我不喝酒可以干点别的。你看看这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懂啊？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来。哎，段爷，你干嘛？段爷，不要怕，我会对你很好的。来来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救命啊！只在意朝夕，功名转眼散尽，知己如酒，醉倒了少年，老来凄凉冷清，留不住生生离别，尽怨却殷勤，消失殆尽是真爱，留下泪眼空惋惜。今生愿向狂风纵观东西，哪怕终会消失在苍茫大地，望尽人生路无非多沉浮，潮来潮去我无愧于心，今生愿化作飞鹰穿越风雨，哪怕终于耗尽这一双羽翼，迟来的感悟陷入了沉浮，何处是归途，潮来潮去我潮来潮去我。